学员来哦，精彩的哦，越来越精彩哈、哦。大家赶快进来哦，把握时间哦，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真的很宝贵哈。好，我们就不啰嗦了哈，就请来，请陈老师开始啊，谢谢，来鼓掌一下。所以刚刚这个是林茂雄博士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啊，就是说从电晶体的发明到 Intel 的成立，苹果电脑出来等等等等等等啊，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啊。那这个每一点啊都可以讲课啊，不过我们现在就讲对他来讲，第一个就是1987啊。台积电叫 foundry， 就是我专门帮你做代工就好。比如说做鞋子的啊，你知道，然后是可保存的还是什么啊？他就是帮人家做，他没有自己的品牌。那你 Adidas， 你 Nike， 他找他做，他反正给你赚钱就好。你如果自己有自己的品牌，人家讲的话，那我给你，那你到时候就你的市场你自己的啊，所以。这个代工呢，有代工的好处。那代工呢，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专精，做得比人家好又便宜，你就不得了啊。那所以台积电这个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常常用的这个手机 iPhone 啊。这个台积电啊，你看看它这个现在是千亿台币的生意。那他只做服务，他没有自己的产品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台湾这个字啊，在他的公司的名字上面标出来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为什么他是护国神山啊？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啊，他那是很凶啊。那个扎吉看呢啊，扎吉啊，伊那是要做我做一个血糖机。血糖机呢，做好了，我这个就是 IC， 所有需要弄个做的啊。他只能 IC 设计一个下单，他可能第十单啊 ，VPN 还是安怎，他就能这样做出来啊。所以这里对，好像说 NVIDIA、Qualcomm、Broadcom 啊、Maxwell 啊，他的这锐意，这都是设计 IC 啊，又一个需要的产品，我获得，啊你想讲我安尼？把这功能设计出来，设计出来，搞来下单，从台积电还是啊，先做订定啊。所以以前啊哈，这个几十单的订单就会当创一个产品出来，但这个无办法啦啊，伊到了一个七纳米制程啊，伊就爱几百亿的订单嘛哈，但不只要我提供这个。在讲那个光刻机啊，哈，这个你的瘦的一样啊，就在光刻机啊，就在那里哈，是8000亿分米，就在，对，啊，百万千万亿哈，1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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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看到讲这，我怪讲这是一个新闻嘛，啊，台湾台积电当这个占有70%的这个份额，其实这开始一台一单做几台，啊，所以哎，一台份额是遐尼贵，啊，再来看讲这个啊。你若要再要创一个新的产品啊，当然你我要开一个新的游戏机，啊一台游戏机，啊我绝对需要一个电脑啊，就是电脑啊。啊电脑，你要开发一个 IC 啊，啊，你差不多要几千万的美金嘛哈，甚至要几亿啊。你咧讲啊，可能迄个光照，那是讲我要印嘛，啊但是你无啊，你要做出来啊。这个图画本身啊，哈，可能要300万甚至啊900万美金，干这个图画，啊，这个图画哈，不是干那一只，伊迄个 IC 啊，哈，就是讲，这台积电厉害，
唔是讲我甲人做外语，我做你开，除了迄个以外，做起厝哈，起关啦，一层过一层，哎，每一层拢需要一个我，咱若是捌起厝啦，知影你若起二啦，唔再难啦，来较简单，要起十层、十层，好简单啦。啊，咱开始咧，即个咱起到五十层以上，就五十层啊，啊，即个最主要，我咧甲问讲，诶，啊，你即个光线，啊，你愈做愈油，啊，你即个到两纳米，啊，敢有可能够做较油？哦，当然会当够做较油，但是有限，不过够去油有限，有限的细原子质量啊，0.2纳米，啊，你要做一个导线，你做袂当质量，你质量安尼甲摆起摆袂起，就袂稳定。啊，所以你要有一定的宽度，哎，宽度你讲是零点二，你至少五条好无？你就是一纳米，啊，所以迄个要搁做较油成分，不过我感觉台积电厉害就是讲，我嘛不一定，我想领先嘛，啊，但我起数嘛，我起啊起关啦，我再起个一百层，啊，啊，把个公司叫做第三个起起来，啊，这个就足侪个。就谁的 know how， 啊，这是台积电提供的 know how， 所以咱讲呢，就讲你干一个薄啊，甚至都爱举例，啊，你若讲做一个咱 iPhone 迄个 A14， 啊，迄个薄啊，唔止干啊，我这唔知伊是几个薄啊，啊，你讲一个薄啊都爱举例，你记吗？啊，啊，你若要起一百层，你得一百个薄啊。所以这就是非常非常的资本量非常大，即已经跟咱有大个公司啊，像这个 Apple 啦，啊，联发科啦 ，NVIDIA， 即个大个公司即个啦，啊，所以这比如说讲是咱一般的卖工个人啦，哈，小公司就是袂起，啊，你讲你变成小公司，讲你开一百万在300万美金在做一个。来，真正是美金，啊，这是变大啊，来升啊。啊，第二个就是 iPhone 啊，大家拢讲比较清楚啊。这个，讲到 iPhone 啊，我做学生的时啊，买有一个第一代个人电脑，叫 Macintosh， 它是叫是叫是 Apple 的 Macintosh 是那个贾伯斯在那创的，啊，另外那个一个。记忆的磁电嘛，128K， 128K 和128千嘛，这个是不算高。他电脑在讲电的，你家手机光能保持那个吗？六十四。或者128M 嘛 ，mega， M， 啊，都是 K。你看手机的，但是不同所以也就千倍。128M 那是谁？反正现在的人叫128啊，定定啊。所以讲，我这进步的意思是讲，赶快的连接，你让从做记忆体，然后你让做运算，如此都有可以功能的，也让你体验你看都不少，还功能都多啊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来看讲，就是Apple 啊，你经过七年出来了呢，伊是一个完全的改变啊。咱过去哈，讲一个手机啊，开始为大哥大开始啊，手机基本上是靠两个，差不多安尼哩啊。啊，这智慧型手机咧，看了哦，你几乎甲你所有你的血压、你的啥拢会当预料啊。啊，你要靠电话也好，你要翕相也好，你要听垃圾也好，无所不见，因为在网络规个拢通啊。所以呢，完全改变了咱人的生活啊！啊，你来看讲是第一代的iPhone One 的处理器，先创者啊，这个电晶体10^8次方的啊，这个呢12好像就应该14代啊，12的晶片，台积电者啊，纳米节点，10^10次方的啊，这差几百倍。就讲 ，bang bang 是一个 CPU 啊，啊，差十八倍，你就知影讲，你差偌济啊，
这里为了这种功能的多个水平呢，必须啊，让这个 CPU 啊，这个功能不会出来啊，要做清楚啊，而且去别的上面了啊，所以一般啊，那种光改写了，然后三寸啊，六寸晶圆啊，还不来啊，这里八寸，那这个什么？那12寸。12寸的晶圆呢，伊是伊比较给挂到，嘛是拢挂到差不多百多啊，因为安尼较好做工作啊。啊，所以迄个大小啊，这个大小我看得着，当标准啊。但是讲这个同款的一块 IC 到底伊藏偌济物件伫遐啊？啊，你若想干脆你讲嘛，就讲伊个信号有偌济电晶体啊。它这个已经到了10的11次方，那个到 A14 的已经到11次方，啊，不得了，天文数字，啊，意思就讲，你个手机来当做，打开来你当来当做，啊，来，那个放哪面呐，啊，哪面呐，伊来对我们那个神经元，它到过10的11个 neural 啊，它的是呢，这个呢，对，那个等呐，啊。起码差不多，到哪年了？就在等那块地，就是那，差不多啊。啊，所以等到慢慢的消费跟哪年了？啊，这一定不是新闻啊。啊，第一个是讲 IBM 或者 Deep Blue 啊，就是在等那，把西洋棋、把那个棋王打败，哇，大家就惊的。再过来看看 AlphaGo 啊，就是 AlphaGo。围棋，世界棋王大佬，啊，还不只讲，伊会当，伊这物件其实是，伊会当你输过，还是部分是，还是甲对方呢，还是部队拢在出来，他在看还是部，比他输6步、8步以后，伊也输愈紧，输愈远，迄类啊，啊你人呐有足厉害啊，啊，啊但是人呐，你有限，你部分是讲，是讲8步、10步以后，啊。所以这个物件啊，甚至呢，叫一个叫做 machine learning， 机器伊个结合，啊，比如讲这个阿巴狗，伊除了厉害以外呢，伊会当甲过去，几百个伊有名的这个围棋的记录，回忆哦，啊，伊会当甲归了后边，啊，各种的。各种的拍波，各种的攻击防守，伊会了伊，伊见到伊个伊那个球，啊，所以伊后盖伊攻击就愈来愈强，啊，所以这物件，它是予人感觉讲，人的脑其实是有限的，这个差不多10年前啊，有人试来讲，我做一个计算来讲的。你大概对方啊，这是金的，这是金的，他的钱啊，哎，我甲讲，咱一个人，你甲这两个对话，已经分袂清楚，讲这是机器还是人，10万年差呢，啊，所以你慢慢就去了解讲，机器愈来愈厉害，啊，咱就问讲，啊，咱人是要怎么想？咱袂讲嘞，看无得啦，啊！咱有人问起经济人讲啊，啊你甲人做啥？伊讲我无灵魂啊，还讲还不瘦，哈哈！那我就是讲，灵魂到底是啥？我这是一个较太大个问题啦，咱今日卖讲嘞。啊，但是确实你着知影讲，你若是要来比，啊，啊你这个经济，一干物件需求是咱要要用。还有一个愈走愈紧，啊，时代愈来愈紧，啊，这将来世界变作安怎？其实我跟你讲的是不简单啊。好，啊，这个咱做来讲啊，这个晶体本身啊，一粒原子的直径要0.2纳米，而且一个晶体差不多0.5左右，啊，你要做，要到最后外形啊。我就迄个有一个有限啦吼，所以迄个摩尔定律是有限的。但你若来比较讲咱人的发现的 DNA 的双螺旋，大家都了解，伊的宽度是差不多2纳米，啊，
啊，再来在所有咱的先，咱的所有的基因，咱的秘诀拢伫内底啊，这类似的物件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咱来看就讲这电脑啊，已经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啊，啊，就是讲人类的文明啊，将来安怎发展啊，这其实是一个咱随时拢在注意哈。啊，来就讲，按照你讲，半导体唔只个干细啊。那来看看光波哈，光波为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，这个紫外线、个超紫外线等等哈。啊，其实呢，这个光波啊，也当用半导体也当发出光啊。啊，这介于半导体特性与本身的特性有关的。啊，这个光啊，哈，这光线啊。那话讲，有一挂半导体，伊会当发出无共款的光线。啊，譬如讲咱早期，咱讲 LED 的圣诞灯，啊，早期跟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圣诞灯啊，是伫咱的投标那个投份做，啊，你很难想象，哈、啊，对，咱有贵全世界第一啊。那圣诞灯出来，它又是将光源。啊，但是呢，早期出来的是这个半导体啊，拢是 gallium arsenide 啊，定定啊，也发光。但是这个物件啊，伊不要说做全彩，那只要讲做一个显示器，因为做全彩也要 RGB 啊，黄光、绿光和蓝光 RGB 再来做全彩。那早期啊，咱看那个国家显示器拢。是，拢加加干来，像看到灯个啊，啊，最后就是无蓝光，啊，无蓝光，啊，这是牵涉到半导体的事，啊，这个蓝光这个材料，大家蛮知，大家拢喜欢想个，那是大家爱追求的，啊，但是呢，大家嘛知影讲这个氮化镓，啊，这个材料，也放出蓝光。但是呢，一直做不出，啊，为什么做不出来呢？比如我都要跟大家讲，你的半导体要有 PN 啊，啊 P 呢，比如讲这个氮化镓啊，你个更镁啊，你得当这个 P， 啊，但是 N 呢做不出来，啊所以呢，一直在起，一直在起，在最一。1970年代，1970年一直做到1980年做不出来，到1980年底，全世界拢放弃，啊，当然日本不放弃，啊，日本这个阿卡萨基，啊，阿妈嘛，阿甘纳卡姆达，这三个2014年的目标做目标 price， 就是讲应对蓝光半导体的这个后面，因无放弃到1980年呢，尾巴在做什么？啊，这做出来挂重要呢，反正是大家，这咱家这灯，咱的车的灯，咱的交通号志，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灯拢给换掉，啊，这是足大足大的一个工作，啊，为什么换掉呢？因为第一，伊足新的，第二，伊的寿命比较短，啊，所以较贵，啊，那伊新的。啊，不然就讲，伊过去跟一半单咧换，了很足啊，啊，或者可能变两单咧换一个，啊，甚至有做愈久，好，这就是这个完全改变了咱的造物，啊，我记得以前哈，像我关节手也就是一个中体，啊，中体有可能这样近期吧。啊，我做副收店的时候，我就讲吼，啊，咱才改好暗时嘛，暗时咱要下班的时候，啊，你着装点拢去暗嘛，啊，早时嘛，到我印象无好，啊，最后就甲伊打电话，啊，你装点暗时吼，啊，开两点钟的灯啦，啊，照，啊，要早时我直接看讲，咱收在二更，你讲呢吼，啊，比较温暖，啊，有人讲不，咱五百只吼，啊，归四价位啊，就归五价位啊，就了解了，啊，后来啊，即
个 LED 车了哈，啊，根本你平常都等，差足侪啊，差几个倍以上，啊，就这个真是顶啊哈，卖讲啥，我跟讲是一个迄个顶啊哈，就是咱做是看啊，就是啊 LED 的，啊，我一开始我是讲哈，啊我是要把这个先放下，啊，什么原因我唔知啊，就讲你本来都有些电源。那个放掉了，然后啊，不要那放掉，他就倒了，卖啥的，卖枪的。哎，控制了礼拜还没，哈哈哈哈哈。都五个暗时，哎，这礼拜更新了啊。所以就在讲，这 LED 啊，新灯啊，开始查来着。啊，这个大家知影讲，这个半导体有各种的特性啊，譬如说。这是发光半导体，啊，你讲发，讲发这个根量不高，啊，你讲根那种，你也当不敢做镭射，啊，它镭射你嘛，啊，比如前几年啊，用一来做半导体光刻的技术的根的工作，啊，啊，过来就讲，这个材料，啊，这个做发光半导体啊，是不简单。你个做真正的半导体，电等处的半导体，哦，这个变作个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咱这个车用半导体，啊，你袂使用四个，它是这个不够用，啊，不够稳定。你的车啊，我们现在更别去拍个温度较高，人家湿度那么啊，所以你要特别的车用半导体，啊，而且车用半导体呢，将低标准的三点就是 gallium nitride。代码价，他们用那个代码价，就是 GaN 哈，这个发光半导体的电阻是很小，就照这样推啊。电阻是一回事啦哈，其实呢，半导体会当用哈，有足侪的关键哈，第一个东西温度提高一点，袂歹啊，啊，啲湿度嘛。所以我再讲一个故，或者一个故事哦。我一个学生啊，吼，台东大学，啊，伊在伊我实习，哎，做实习感觉真有趣味，啊，好，我恁有趣味，啊，伊迄个技术专业啊，啊，我给介绍去顺电，啊，一个阮合作的教授，我伊在遐做，啊，伊主要就是做这个材料，啊，做这个材料。你不要生个，我不只给他发光啊！你不要给他做珍珠、珍珠里面啊！他有时间做，跟伊同佮讲吼，啊，我迄个博士的文凭不重要，然后我不该做出来啊，做出来较重要，个文凭我，我到时候做名校啊。有时间来做一足大个突破啊，伊就去找找伊到，我佮讲，诶，佮到时候你。你也当给他加薪哦，我也算是交一只啊。你讲我做阿弟后，你也当给他加薪哦。啊，伊到时讲话讲嘛，我无迄个钱给你加薪，不过啊，结果就因到时把伊做出来，结果他写一个计划书，水电的政府投资一间公司哦，啊，伊即个是一间公司叫做 CTO， 啊 CTO。啊，这个做这个材料，做这个材料，全世界大家拢在变啊。美国迄间叫做 Cree 啊，做到上好诶啊。啊，台湾的什么文茂啊，文茂是来用诶啦，用这个材料啊。啊，因为这个物件，你伫个高频通讯，还有汽车啥拢爱用啊。澳洲呢，用一个叫做 Consortium 意思讲，啊，规个欧盟，啊，你西班牙或英国啊，或法国大家都来，大家钱出来，啊，大家共同来开发，啊，啊，就叫这四五间出名学校的研究单位，提供伊的样品，提供一定的规格，配合来去测试，啊，测试温高温测试、湿度测试、相关的测试，结果呢，所有人的样品都需要量，可能以外，啊，那就不会够，啊，所以这个。伊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材料，我就是带我的那个文脉，还是讲这个美国的 Cree 弄出来，你说比美国的 Cree 更高，啊，
所以就说，伊在看出来讲，每一个材料、每一个半导体，拢有伊的特色，啊，即是，不管是发光，啊，再要做电子，啊，啊，是讲有的是有磁性，啊，磁性会当做记忆体，啊，你会当做个，一个哈比会当做，咱即个是硅体，啊，铁，啊，啊，你当看愈做愈白，啊，啊是各种的半导体的特性，啊，甚至。啊，你讲量子计算机嘛，啊，那是另外一个江波感观，但是那是拢是伫个半导体啊里面来在做啊。那看讲，比如讲发光到一个 OLED 大家都知影 ，O 是迄个有机啊。啊，这物件当初伫个美国的一个公司叫做派立德啊，一个华人的科学家啊，新总。哇，这个所以这个华人圈啊，包括台湾的、香港的、新加坡，大家拢在做。台湾当初是包足侪人啊，钱公司都统包的啊，都专门在开发这个国债啊。哇，那这撑不下去，到后面，他给我收的物件，比如神创是大公司，这是韩国的政府支持啊。那所有想破的无奈，听拢伫个神创去打，啊，咱最近好一代 iPhone 是用无奈，啊，伊个亮度、彩度拢变得较好，啊，即个互大家知影讲，其实有足济啊各种的半导体咧，伊爱做高速半导体，啥物是高速？啊，譬如讲咱的通信的是，咱的开机器是有做迄个电磁波啊 AM。FM 啊，他过来这里啊，这是微波，那个波长啊哈，讲频率啊，它会加班，它靠越来越近，啊，越来越近有什么好处？越来越近，你每一个单位的时间，你到上面物件就愈侪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按照这个高速，比如讲大家讲5G，那种是世界可能当做。5G 要要接受这信号，那这边拢是三五半导体，咱都讲 Gallium Arsenide， 还是 Gallium Nitride 啊 ，Silicon Carbide 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过来用高功率的半导体，我是讲快啊，你这半导体，你讲你要开跟关嘛，你哪里敢讲鸟啊？啊，但是要开关，你的电流通过，希望讲会当提供高功率啊，啊，这就无简单啦，啊，但是做些问题。啊，伊机械啦、汽车啦、工业，伊需要高功率的半导体啊，伊即不用电动车啊，啊，迄个物件嘛是需要新的半导体来做啊，磁性半导体做记忆啊、定位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去讲就讲，这個、半导体啊，晶圆愈来愈侪，功率愈来愈强，啊，数据愈来愈多，啊，咱即个一台车，咱的电动车可能需要。500嘛，还有多少个 IC 啊？啊，你看那车随时要控制，哎，雷达的那个在经过，还是讲你要自驾啊？你做一直都爱接受新的地图的资讯啊，定，对那个为什么这车用半导体需要的很广啊？那就是车愈来愈强啊。需要这个开始越来越多啊，所以呢，那看到当年台积电这个是有一个关键的所在啊，在世界当年看，啊，其实呢，这个关键啊，这个关键不只是一个，印模啊，印刷，其实伊这个是一个关键。你讲那个 IC 设计是一个关键啊，你卖讲啥？日本甲韩国，这关键啊，啊，当然无拍架，也无欢喜。后一天呢，日本这个首相宣布讲，啊，我一个化学变体，袂使变。哇，韩国掉电，哈哈，这个 HF 啊，氟酸，啊，氢氟酸。这是，咱做个话，就一个声音，两个重点，
想受小米粥。啊，行啊，我本来出来着，我讲咱清华生是困难的。啊，哎，一个韩国的，大概日本四公尺哦，比较轻快，韩国吊电。啊，你了解讲每一个拢有伊的关键，就讲我最近跟网络嘛，同你谈，你讲哎，丹麦。丹麦地佬，他这个风景较好，啊，生活大家拢较快乐，啊。你去听下讲丹麦，哦，伊这全世界第一的技术啊，贵是叫，啊，起低是澳洲的，澳洲的1%以上的澳洲的是伊卖出去，啊，你哪一块，啊，起低，他喜欢那起价哈尼。看你清气，拢没有什么污点，啊！啊你足济物件，虽然咱咧讲啊，大学毋是共款啦，咱是互相，咱对当初荷兰时代、日本时代，就来咱家己，啊，或者是农作物在饲的物件，咱饲起嘛是饲得较好，啊！所以，咱袂使干呐靠一项，啊！当然，即个台资是较好，咱希望讲咱。继续维持，但是咱台湾人伫个无同款的方向、无同款的各行各业，拢会当做出比人较好的物件。啊，这种以下，啊，我想讲咱关键是伫遐啊，所以后壁我想就卖讲啊，就差不多到遮，大家有啥物问题，大家有个解释都很难。啊，三个字啊，好紧张，来。啊，有问题的，有希望由陈老师来解答的，啊，麻烦举个手。好啊，来，好，这边解答。拍谁啊？我不是读者。我想，这个为什么要用半导体啊？哈，而不用超导体？平常的话是导电最好的是比较好嘛？哈。那为什么要半导体？选用半导体来处理这个行业啊，不用超导体。抱歉，太水。那今天我讲的就是超导体啊，超导体哈，超导体哈，伊就是讲伊迄个导线，咱都要讲导线啊，导线呢开始用铝制成。还有刚刚讲铜更好，啊，而且有个人称了超导啊，因为超导啊，就是讲你温度更高，没有准温度计啊，伊迄个电阻啊，突然间怎么呢？几乎是零，啊，没有阻力，啊，我这个科学上科学消息就是足大诶，大家嘛无了解，都是安怎看的？就是我记得是1901年，荷兰的这个教授，超导。不过呢，讲过侪了，大家都在研究，无人有法度解释，讲是安怎样这个超导的现象，一直到几年，我袂记了，啊，嘛是迄个法定，对，半导体，迄三个发明迄个半导体，法定，甲 Schreiber、甲 Cooper， 所以我说 Cooper Pair， 伊在想讲，伊做理论咯，啊，伊想讲，这个电阻在颠倒的时，有可能成对，啊，不然电阻是给他放在这里，啊，到时哪里突然间，一个想法讲，哎，气个两个电子会成一对一对，用安尼来计算出来的结果，甲实验得到结果同款。诶，足好，啊，那迄个说开始就讲是 Cooper Pair， 啊，就是讲，这个、材料温度降到几乎接近零度的时，哎，变作一个新的现象，这个、电阻啊，唔是直接直接在冷战，就变成 Leak 对吧？啊，就超导，但超导有这种处理的所在，啊，相对来讲，它没有，它电阻很低，所以损耗很低，但是呢。半导体它不是最低的，啊，但是呢，半导体也当开跟关，
我现在从头到尾跟大家讲的是说，半导体、电晶体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关，但是你把开关做得越做越复杂，做了十次方的开关，它有一定的这个功能，这样接出来的就是你的手机了，所以它的最基础就是一个开关而已。那为什么是半导体？因为半导体可以做得很小，它是固体的啊，你说真空管那个一个管再小也要几个微米，看到没有？半导体可以做到这个纳米的电晶体，所以呢，一个简单的 IC 它可以有10的11次方的电晶体在里面，那个就是完全超乎我们原来的想象，那为什么它功能变得那么的大？好，来第二个问题。请问教授啊，即卖迄你的叔叔甲法国的边界有做一个 LHC 的迄个强子对撞机啊，已经是日本来的啊，有啥物成果？他们讲嘛，我介绍哈，我唔是做这行的啊，但是呢，那你讲细原子，目前在做些表，目前的原子，其实差不多，几个 Armstrong 啊，0.几个纳米那么大直径啊，那对coaxial的话，比如讲加起来那种好比啊，我咧讲大，乌丢到底多少亿？我大概讲个啊，乌丢10的11次方个银河啊，差得多啊！哎，咱地球是银河内底太阳系内底。一个星球安尼呢，包括这个哈，但是因为这样来讲，但是我啊旅游啊，我个物件切做半，搁切做半，搁切做半，啊都切做油，旅游搁上过一项，啊，即有一个国家，我都未记伊名，伊起来讲这原子这个事，伊讲所有物件拢是一粒一粒原子一种，啊，唔是讲像咱安尼用气，唔是。你说这原子中间呢是空的，它中间有这个键子，但是原子个大部分是空的，所以呢，你当然是想象我提那个电子束啊，想要想一个拍啊，你不会讲大部分拢拍过，拢无到，所以在想讲，这是中间原子键中间是空的，大部分是空的，好啊，你讲空的嘛不要紧啊，它只在原子。它是那么所有物件都是原子，然后结成分子，它就是个代表啊。那因为原子呢是相似，我们不可分割嘛，又来我老公啊，我啊，用你有多少册不对？我用7700不对啊，800几啊，又来那种高速能量的质子啊，像那个帕，帕也贵啊，帕哥那或者这个原子的那种。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就是他啥拢知啊。啊，过来讲，啊，你质子啊，质子内底是啥？啊，你来看问袂煞啊。啊，但是不是相的，咱做了解啊。这个愈细，啊，那个原子核啊，内底质子啊，质子都啊，愈细愈你需要的能量愈大啊。所以呢，你这个看下表。甲拍开了，伊放出来能量嘛愈大。我即这个，所以你为虾米有核子弹啊？有核能发电，甲这个关系所以科学家为着要研究这呢，所以就你来改迄个，改加速器，改这個，就讲你趁机来愈弱愈厉害，如果你再拍下开，拍开了再再放，它就到这里先这个物件其实我家己我家己唔是这行但是你若来看讲，我都在跳过这图这表，这单子，好。这个表就是讲咱有。原子内底有这个
电子啦、骨质质啦，这样，这是基本粒子，啊，但是这台电脑，我讲这光无迄个处理的，不过，譬如讲微中子，啊 ，neutrino， 那这为什么也存在？你讲你做理论的人，一生出来讲，应该要有这个物件，后来越来越好，后来改用，一证明讲，哎，确实有这个物件，啊，那微中子是啥呢？毕竟叫基本粒子。伊那是伊拍着你吼，你就啥感觉无？伊拍着地球，每一边拍着到地球一头出来，拢无伊无带不带电，拢啥你感觉会着。啊，但是伊伫个即个基本物理的这个啊，伊那无伊的是不成立的，好，等于你用神啊，哈，推测讲一定要有这物件，啊，所以加上就伊。想办法去切啊，不然怎切啊？啊，所以就本就是讲，甲伊入去个山，迄个炭坑啊，放坑里面已经无用，足内底吼，啊，伊入去内底上安静，无啥物杂讯，啊，这个微中子拍入去是伊想一个办法，啊，伊切着讲，哎，确实有微中子，还有一个目标啥？啊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的高能的对撞机也是好。啊，要创啥？这拢是对研究这个基础的物理啊，哈。啊，但是迄个物件，有伊的进步，啊，但是嘛有伊的困难，哎，确实有伊的困难。我家己哈，我家己那个我学生讲哈，啊，你就是你知影迄个物理的学生嘛，拢全部是天才啊。那么要学生，我比较高能，就是这个物件。我讲啊，你讲。你讲 N 三 B 下个跳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大家唔好好高骛远啊，因为下面呢，这个高能物理哈，伊爱做实验，爱做实验呢，就是讲伊这个我所讲的能量爱做管啊，十的九次方，十的十次方 EV 哈、啊、电子波的，爱做管，既然他做得起啊，但是这个世界。我看看管的这能量，你如果讲加速器，就是你把这个加速到足快，我们再让看到新的现象。啊，但是呢，高能物理本身啊，伊是用神的，啊，伊讲吼，啊，你这个做的，一旦做实验，拢无意思了，拢都炸到呆，啊，啊，伊呢，因的神的东西是过10次方100倍的那种啊高能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后来我跟伊哈佛吼，我当初我讲太太伊啊，我一个问题啊，太太姐姐，那么清华大学，诶，大家有滴个毕业，清华大学个系数班毕业，然后伊就读高能啊，啊，啊，后一届我那个伊访问迄个在哈佛，啊，哈佛高能最厉害。爱去的时候，将大家冤家啦。讲啊，阿弟，我看你半导体，那半导体1个 EV， 2个 EV， 2个电子不得了哈。日本话讲低能啊，低能物理啊，那当然是不了咩低能，低能物理啊。啊，看你，那还是很重要啊。啊，所以这种的，我最近是才对，知道这个冤家，讲阿是咩朋友，阿是不重要啊。但我对我大家讲嘛，你低能物理半导体，啊，一种一两个电子伏特，啊，你做出来以后，你看改变全世界，啊，啊伊呢，伊就去啊，听演讲，听下伊就起来，跟来讲爱歪做，讲什么伊，伊讲吼，看那个哈佛的教授，啊，给你教人家搞一个新的模型出来，啊，他就。我都做实验嘛，我都用假设的话，就是新的模型，新的结果，啊嘛，不然我都去个鉴定讲对啊，是唔对？好，啊，所以刚刚讲，哇，各家团队做伙，咱们算，所以等来大家做较实在的，啊，所以我是不要紧啦，就讲讲者不理系啊，厉害天才哈，伊哇还创咧，但是我只要讲伊发展。有限的吼，后来呢，啊有真侪只科学家吼，伊接洽，所以就去不是迄个材料吼，啊就去化学界，啊，
八千二算算算算，哇，足天才，到算就是2008的金融海啸，啊，迄差不多就是加天才算出来，你熟悉啦，伊就是因入去化解了，我想讲，哇，你想啊，你要买厝，想啊爱买一间厝，啊，你若来买我厝的股票的话，你买半间，你买四分之一，啊，钱有啊，啊，你就有厝啊，啊，把所有的物件，规个拢变作股票。哇！大家算啊，就愈算愈大，愈算愈大，咱分一个房盘的时，就是2008，金融海啸，那是你喜欢独立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开始。啊，都有问题无？啊，我一个不了解的，就是讲，这个咱的什么用的半导体，要让伊开接电，啊，搁断电、接电、断电，安尼，啊，伊要几回是稳定度上重要，是吧？哦，当然，这有足足侪稳定，稳定当然当然绝对要稳定啊。好，你所有基础就是迄个电力开跟关嘛，吼，啊开甲关，然后你爱建甲办，啊，我若叫你讲啊，一秒钟甲开关10000次，啊，我拄仔讲的，那这是 megahertz 上亿次，啊，你也当叫开甲关，啊。啊，这速度啊，稳定啊，啊，个就是讲，你会当做愈细，做愈幼。我变的一块 IC， 我会当有的功能会变较大。啊，这就是啊，所以对我不只是迄个解析度啊，因为做较侪点，啊，就我就变较厉害咯。啊，做较侪点的地方，我做较快啊。啊，这个做规定的这个物件吼，他们讲就甲恁批出来办，因为批摩天大楼，甲恁批两层楼啊，恁其实是完全无共，啊，台积电确实比这部分是赢人赢足侪。啊，我个导电度吼，哎，半导体是较钝较好，是较紧较好，在什么润体、什么化学来上都好。有导电度的。导电度哈，基本上是无差的啊。但是你若要紧，就是讲，比如讲铝加铜，啊，铜会当接受，会当较紧啊。啊，个就是讲，除了紧甲慢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的耗能啊。你平平安尼，啊，你若是有消耗能量，你就发产生热啊，热，你到时你就是甲你 IC 烧坏。这拢是需要考虑的啦。所以这个材料就爱不断试。我家己，其实我家己无入去台积电啊，不过我家己伫咧这项的理解啊。这个台湾囡仔我唔知啦，以前吼早期台湾囡仔拢是印度，咱的囡仔吼，一旦讲足专心。入去甲一件代志甲完成，啊，这物件，我感觉甲，比如讲，啊，比如讲淘金热，啊，淘金啊，你敲迄个金啊，啊，你一个入去，啊，你那咱山都有金啊，好，啊，你从里面请到人讲，哎，安怎的所在可能有，啊，呀，你找，哎，找出来讲有哦，吼，这水晶还是安怎，啊，可能有。恁在入去学，啊，那不是讲恁入去学就有啊，啊，啊，有人讲不信邪，不强过学着，啊，啊，这个物件，比如讲我迄老师讲款，啊，伊嘛知影讲这个物件出电话，大家拢要做，啊，啊，有一个想法，啊，要创，啊嘛创袂出来，但是，就是有人袂放弃，啊，继续做，欸卖东西啊！即个大家这个 COVID-19 啊，中国的疫苗你就知，迄个 mRNA 啊，这 BND 加 Moderna 这个技术，当初是欧洲诶，迄是最高匈牙利啊，迄一个科学家，因为这个技术想起来无可能啊，啊但是无人做得出来，啊伊就一直做40几年啊，伊个国家做个无人要继续饲
结果就来迄个美国的 NIH 一个看，人看看，哎，你这项目怎个？不管尽管，啊，最近做的拄啊好以后，做到最近呢，用得着，啊，所以好多人，如果你做三四十单，做不出来，搁继续做，搁想要做出来，还是讲我头头前讲的氮化镓，全世界拢做来要放弃啊，可能日本无放弃，啊，所以你看日本讲的这氮化镓这物件。回那医生干嘛去？啊，这是对我讲讲做材料啊，做半导体啊，或做啥，就做电池啊，大家不知讲锂电池啊，但是你们做加工，必然较好，别人做的容易做起来啊。这到尾啊，啊，都跟咱种，咱种稻、种水果，种是同款，其实同款。不是较简单嘞，咱知影讲迄个番茄，咱讲感觉袂了，但是啥？土马豆，啊，土马豆较好个，啊，足有营养，足好食，啊，啊，但是土马豆呢，惊雨水，啊，伊就一阵雨水了，叮两下，啊，伊说番茄嘛，哈，啊，但是番茄个茄子都唔只茄，是干枯个，啊，所以大部分人讲。啊，饲迄桥啊，甲物件水啊，啊，啊，你个桥啊，接番茄，啊，啊，这个行，啊，我在搭自动车里头，啊，不简单啊，结果阮国姓一个，啊，伊就去接，哎，个情况，啊，结果农委会，当伊也毋是这样子做到，就毋做啥哈，农委会为一个奖励啦。伊是安怎做滴个呢？伊就是要食，但伊就习惯，伊家迄个土马豆的一杯嘛，加起来，啊，放伫个嘴内底，嗯，经过嘴嘛，啊，出来是圆的还是长的？都可以，就是还是番茄的，还是番茄，还是番茄，只是那个头啊，要头尖是对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许口水的酵素会保护它，保护它，口里赶快吹吹。那感觉，你讲，咱做这些，足多拢是，我发起来你看嘞，我啊，我起来你看嘞，啊，专家做是，啊，就是安尼尔。啊，这个跟伊学金啊，学多少，真的，老师以前就是做这行，嗯，其实是感觉，啊。啊！但是你要改变啊，不能够讲，你袂使讲很简单好，啊！啊，你要有基本的知识，啊，基本的技术，啊，啊，但是上尾，你就是爱变成动下靠动下，就是安尼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来问啊。那前一阵子一个许对高分子半导体不补哦，啊，即马发展了，然后伊意思是讲走在离空。第一年左右就会商业化，啊，即马做歹还没成功。嗯，咱过去啊，所以高分子哈、啊，就是讲我有一个材料，它是都是原子分子结构啊，它也是高分子啊，或者 polymer 啊，高分子啊，就是咱的塑胶，啊，它是高分子，然后又有特性啊。啊，咱过去拢叫是讲塑胶嘛，碱体啊，啊，哎，我以为讲，哎，我他妈，我一想，哎，我是不是可能把这高分子会变成导电高分子，啊，导电高分子啊，这是2009年的诺贝尔奖，啊，三个人，一个美国，一个日本，一个澳洲的。啊，不用安心，这是新的想法啊！等于做出来，变成导电啊！啊，一旦导电了呢，一对单可以变做半导体啊。结果呢，啊，我家己较知啦，较济就是讲，正常是要做太阳电池啊。咱家己有帐篷啦，也因为高分子东西较好。统一感官，会当跟咱部感官嘛，啊，所以你若
可以折叠式的太阳电池，你现在那冰岭啊，这里也站起去啊，就是也站唔得啊。啊，这个是就是伊的强项啊。啊，当然高分子有伊的问题啊，伊就较无法利用啊，寿命较短，安怎啊。开始我无唔是伫个这行啊，我袂当来讲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啊，但是呢。伊有伊个相当的潜力啊，伊个特别的样貌啊。歌舞的最后一个，如果没有，就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我问一个问题啊。我不喜欢看电影啊，我去我朋友家看那个100寸的电视，还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还是电影院好看。在我念书的时候，我也喜欢那个郭冰去看电影。那个电影什么超的 AO 啊什么那个很棒。然后我再提一下，这个电影院它那个放的那个机器，还有那些功能，在今天来讲是越来越发达，越来越文明了。但是跟这个电影方面是有关系。对，谢谢。啊，那个基本上啊，我们一般的电视。第一个，现在当然是越来越大啊，那但是它的解析度啊是有一定的限度啊。虽然你说你从 HDMI 到 4K 啊，到几 K， 那大概都是加一倍啊。那会比较好没有错，但是你知道说电影院啊，它过去是用胶卷，啊，胶卷就是我们叫这个类比。但是呢，它有一定的这个传真度。那再来呢，它现在慢慢变成数位了。那数位呢？但是呢，它的那个数位用它数位化以后，它解析度可以甚至更高。那你说你在家里面的跟在电影院来比，我相信那个还是差大概几倍的解析度的。那并不是说家里就不行，你如果真的愿意花钱，那你可以在家里面建一个电影院。那有啦，就是说，我记得像我们中医院第一次花了几百万，最大的那个演讲厅，那他就用了一个那个数位 LED 的那个显示器，啊，那个出来，我记得第一堂那个演讲是林怀民，啊，讲他的舞蹈的医生，哇，他看着。确实是不一样啊，但是一般的这个不是我们家用可以达到的啊。那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你的解析度，第二个是你的光的饱和度。我们说 RGB 嘛，对不对 ？RGB 虽然是三颜色啊，但是你的蓝是多蓝，你的红是多红，你的绿是多绿。你说越波长越特别的话，它涵盖的那个色彩的面积越大，那色的饱和度就不一样啊。那所以有的，比如说 OLED， 那你讲的话多好，你把两个手机放在一起，你就看得出来了啊。你就是那色彩的鲜艳度、饱和度不一样啊。比如说Apple 的 Notebook， 它有一个叫 Retina 的技术。他说我这个面这个解析这个内容是有一个特殊的 Retina 技术，那你看也不怎么样啊，但是你如果把两台放在一起，你把 Acer 跟 Apple 放在一起，哇，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。那确实就是人的眼睛啊，是相当厉害的，哎，所以还是有差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投资。多投资一点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们问题就等到这。那我们鼓掌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用素食的举起一个手，来谢哈。